名好爱情狗狗，好爱情萌宠，因为其实这些都是特别能够唤起观众对于就是美好的一些感受，就是很单纯的那种交流。但是星星应该不太喜欢，因为小朋友和小朋友和动物。哎，我现在这么大的狗是可以接受的，因为体积这样一下超过一点点的，超过一点点不行，好严格，好严格，只能这么大，要上秤是吧？对，但是上秤拿尺子比。对，萌宠可爱是可爱，但是其实说实话，前前后后的照顾。包括在台上的这个控制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，有些还在台上拉粑粑呢、对，拉粑粑记得吗？那个我记得呀，他是长臂猿。所以他那一只是更加的那个温顺，你知道吗？是的、但是温顺的同时呢，也是给了我一个教训呀、一个湿漉漉的一个计划，一个甜蜜蜜的回忆呀、是不是？此心心非彼心心。但是我哎，我们导演说那一刻他其实说在你脸上看到了那个父爱有吗？你当时有很想有个小 baby 吗？就那一刻。这么严格，尿完就没了，好严格。那我就说就那么一刻，然后你问我要上秤吗？那要这么长可以吗？不可以。